她是经常被误认为外国人的黎族少女，她神似周扬青，长相精致像个洋娃娃，生吞快乐星球肥牛卷惊呆网友，星空系列爆火网络，分子料理精致高技，高级二字贯穿了她的所有作品。坐拥数百万粉丝的她究竟有着怎样神秘身份？本期榜榜跟大家来聊聊 September 的小厨房。看完后你就会明白所有的问号，看完后你可还是明白，哦对不起，你还没看完呢。September 中文名九月，是一个黎族少女，因五官过于立体，所以常常被误认为外国人。她自称家里蹲皇家学院毕业。我是九月，连读起来就是我是月，我是月。他英文名字叫 September， 中文就叫九月。他在海南长大，身边都是东北朋友，长期处在不南不北的环境里，也造就了九月奇奇怪怪的口音。别看小姐姐在视频中制造美食分外简单的样子，但她做的美食作品都是自学的。有时为了完成一个视频，她最长练习过20多天才能做到游刃有余，才能完成一两分钟的剪辑作品。对于不差钱的九月来说，做美食博主并不是为了挣钱，他不带货，不直播，不给钱，做美食只是单纯的兴趣使然。榜榜以为唯有热爱才会让一个人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而且九月也绝对是一个正能量网红。日常他的声音是个低音炮，但为了给更多的人带来欢乐，他总是会特地提高自己的嗓音。如此有颜有才又逗趣可爱的美食博主，谁能不爱呢？那你觉得九月小姐姐是那个著名的美妆界大佬吗？